好很多啊，所以时间上呢就不会有太大的误点。那右手边那个希腊式建筑，那是台湾证券交易所。来，现在左边是丽池酒店，我说你们可以来这里上洗手间，就这个丽池酒店。一份，那一份的量呢，就永远是这样子，你要少一点啊，你就摆在桌上，你不吃，吃不完就算了，没有关系。然后来，这是其实这种喷泉呢，啊，这个喷泉也叫做龙神喷泉，也就是这个啊，专门给这个灌溉，啊，要给它这个水来作为这个植物的营养啊，这是所以到处都有喷泉，啊，这是龙神。来，这个我说过，这个是他们的中央银行，左前方啊，这建筑有讲的这样子。来，我告诉各位，有没有注意？不是这些阳台，这阳台哈，我跟各位讲，因为他每个礼拜要上班五天，礼拜六呢，男的要清理外围啊，哈，洗车子啊，油漆啊，那个女主人要做里面的家事啊，客厅啊，什么那个洗衣服啊什么。那礼拜天早上还要做什么呢？礼拜天早上还要去上教堂。所以剩下的时间只有礼拜天的下午，哦，真正所谓可以 relax 啊，可以的，啊，可以休息了，哦。然后这条街呢，哈，就叫大街格兰蒂亚。那么以前有很多的这个戏院、歌剧院在这里，那么现在慢慢已经没落了，这就改为餐厅啊，改为其他的这个。好，哦，那你们要买的这些，来准备下车，很快下车，我们吃饭到了，那么。下完车，Luisa, the place, 我看到是啊，Plaza de España,